次嘛。但是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划算，你单买那个你是要出那么多邮费是吧，反正代购费也出了，你可以买点别的。这些东西要不要呀？这些东西要不要？你就让你女儿吃个狗妈呀，你好拽呀。你听我说啊，那个宝贝啊，5300，你听我说啊，就是我现在给你介绍这个果干都是6块钱的啊。这个呢它是加糖了，这个椰子丝啊，这个椰子丝它是6块钱一袋，它加那个白糖炒，就是用纯纯的椰子啊加这个白糖然后炒的，就炒出来的。它的口感是那个酥脆的啊，酥脆的，然后有椰子的香。然后这个菠萝蜜干是那种油炸的吧，油炸的蓬松的那种啊，脆脆的，它就是脆啊，它就是脆，然后有菠萝蜜那个香啊。然后呢，谢谢关注。山草草要一包芭蕉干是吧？山草草啊，然后这个呢是香蕉干，香蕉干的话它就是特别甜啊，它就是特别甜，甜的不行的那种啊，特别甜。哦，山山草草，那你要考虑哦，你要加油费的哦，山草草。然后芭蕉干的话，它就没有香蕉干那么甜，它没有香蕉干那么甜。然后呢，香蕉和椰子各一是吧？还有一种是香蕉脆啊，这个脆片，这个我们叫它脆片啊，香蕉脆片，这个吃起来是脆脆的，它没有这个甜，它是香蕉做的，但是它没有这个甜。然后还有那个凤梨干。凤梨干的话它是酸甜的，但是它比较少啊，6块钱包，这个尝尝鲜就可以了。下次买是吧？好嘞，你放那里吧，放那里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啊，然后你要香蕉干和椰子干各一个是吧？5300啊，香蕉干6块钱，然后那个要6块钱是吧？椰子丝啊，我先跟你说了，5300在运输途中，这个椰子丝可能会碎啊，它不耐压，就是跟腰果一起寄，它不耐压，但是碎了也没事，碎了也可以吃啊。这个是5300，是16块钱啊，6块钱。然后那个草莓干要一个，草莓干是10块钱的啊，宝贝。草莓干的话就是它是没有购物袋的那么好吃，但是这个尝一下鲜也可以啊，5300，因为购物袋的是太贵了，价钱比这个贵很多。然后还有什么，你看一下，还有这个香蕉脆芭蕉干的话，就是有些宝宝不爱吃甜的，他们就会吃这个芭蕉干，它也甜，但它不会说甜的特别新的那种啊。然后像这些的话我就不给你们介绍了，这个呢叫，这个是用那个菠萝的那个中间那个杆啊做的，然后它这个加糖会特别严重啊，特别严重，这个呢我就不给你们介绍了。这个脆片呢它就是跟这个做法是应该是一样的啊，然后它是属于那种蓬松的那种，然后脆脆的，这个也没有那么甜。别的你看一下还有点什么吗？辣椒我温不温柔啊，今天啊是不是好温柔呀，今天啊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好温柔呀啊？还有没有谁要呀啊？你的一个香蕉干，一个草莓干，一个椰子干，加一个芭蕉干是吧？脆的还不喜欢是吧你？5300啊，5300，每场直播这样该多好呀，妈呀，老天呐，马上我要开始吼了。刚来是吧？果干是6块钱一袋，焦点，好久没见了，好久没见。我这么斯文，哇，肯定会有多少男宝宝来的是吧？就是平常太吼了。哦，前几天是谁啊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说我，他以为没见到我人，他听我声音，他以为是个大妈呀，气死我了。都是6块钱，不谢啊，不谢，不谢。然后你那个，如果你要结账了，你说你够了的话，你就那个，你先把那个这些先付了就行了，然后等一下加点什么再加就可以啊。
来个椰子糖，菠萝蜜干，对，六块，它就是分量少啊，但是它是六块，别的地方都是卖十块八块啊。对啊，是嘛，1314，那天他说我是，他说你还这么年轻啊，他说我以为是个大妈呢，哎呀把我气死了。0302要一个椰子糖啊，0302伤到我的心了，我觉得我声音有那么难听吗？啊，0302，一个椰子糖是八块钱那个是吧？八块钱那个椰子糖，哎，对，你去那个，你那个代购链接，代购链接直接拍就行了。去那个，对，一元链接那个热门那链接，就是有个美女的那里啊。我看一下你的货钱总的是多少？69块钱加1234。1234 4624 24加69等于多少钱？24，计算器啊，24加69，对啊，明明是个大美女是吧？24加69，要记得备注啊。又被刷走了，怎么会又被刷走了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没关注吗？你关注了呀。46加上一个20加上46 24，你总的付我90块钱，然后你备注5300啊，你备注5300我就知道了。哎，93块吗？这个现在是十块，这个菠萝干是10块了吗？等一下啊，我算一下，46加上20加上一个46 4包嘛，46 24，90块钱，90块钱。